指出，婴幼儿的健康分析与管理可有效地降低一岁以下婴幼儿可能发生意外的风险。 iDarlingWear 是一款非接触微型婴幼儿生理感测产品，具有操作简易、及时警示、远端监控及多元应用等特点，并采用对人体完全无害的低功率生理侦测雷达技术，可结合包巾放置于婴幼儿胸口，不需接触皮肤就能24小时侦测并记录宝宝的心跳、呼吸与活动力。